我哋成日都要对住电子屏幕，记住要留意多啲呢几样嘢啊。首先，记住成日要转换姿势同埋眨眼，每20至30分钟就要少休20至30秒。另外，仲要做以下嘅肌肉松弛动作：挺直腰颈，托起手踭，手腕向后伸展，手指向后伸展，肩膊向后转，收缩下巴，颈部向侧伸展，扩展胸部。最后要留意保护个人私隐同使用网络安全工具，过滤不当内容。等我哋一齐健康同安全咁使用互联网啦！